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大坤和小卓。今天的天儿啊，是真不错呀，阳光明媚呀。啊，今天我们带来了什么？一个帆船，看看啊，咋的？一帆风顺的意思呗。对啊，不错不错，这是在道边儿，炉筒子。有一个老头卖的，嗯，然后挺冷的，在道边一边做一边卖，他是用废旧的这个东西做的，然后我就买了一套。你说这两个玩意儿花30块钱，太贵了，这也。那没办法啊，咋还能没办法呢？大爷不谢谢你了吗？谢谢啊。他那一句谢谢可真值钱，不是，那咋也没用。是，这儿太短了呀，放哪儿啊？不知道，我先随便买，买回来再说吧。哎呀，一帆风顺大翻身。然后还又拿了两个凳子，还有一些个灯。昨天我跟大坤玩连夜去修的嘛，什么什么球炮那个灯，也不知道球炮是到底是啥样的。啊，这个呀，哎呀，这不是圆的呀，谁说是圆的了？我球炮吗？球不是圆的吗？谁球也不一定是圆的，橄榄球是不是球？羽毛球是不那也是球？没毛病，人家不说，人没说是圆炮灯，人家球炮灯。也没毛病哈。一个小转椅。耶，还宝蓝色的小转椅呢，挺好看。真冷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以为你要推着走呢。看咱们现在这个小厂房里，这面都是架子，焊的架，完这头是那个彩钢板。还有两扇窗户，两扇门，这边是咱临时的一个操作台，乱七八糟全是工具。一会儿大坤准备要安灯了，这么老高，这灯怎么安呢？而且上面是那个本板，都是细软的，往哪儿打钉啊？还整个红兜子，跟置办年货似那人家卖货的给呗，就不管这要了。我说你咋的？我说你给我换红灯了，我要办年货了。还差啥了？太冷了！哎呀，真冷啊！快把那个闸拉，它推上。我好那个把我那个暖手宝插电。太冷了，一会儿我一想到一会儿我还要在这里待好多个小时，我就脑瓜嗡嗡。再过2天就不冷了，还得有2天呢，或者3天。多埋汰呀！那会儿给我放那儿了，那你看，给我放到个好点的，对呀。带上点，哎呀，瞅瞅这，让大坤给我整点啥看看，这边整的全是灰了。大坤准备扯线安灯了，我帮他收拾收拾这个烂摊子吧，瞅瞅，哎呀呀呀，太乱了这块，我帮他收拾收拾，分分类，是不是？干点活，一会儿太冷了。还记得那天那个脚手架吗？居然它不够高，还需要再接一接。作为一个专业的架子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二层架子是怎么搭建的。行。哎呀妈，真吓人！这你够不着吗？这样你够不着吗？能够着你就这样呗，打它干啥呀？不用搭了，啊，我还以为够不着了。还要给展示呢，不用展示了，不用搭了，你再搭啥呀？就是，那就站不起来了。我这么高个吗？对呀，快下来吧。我都准备好了，还要展示一下一个人搭架子。那你就展示一下，一个人在底下搭一下二层架子，太危险了，快下来把我吧。绑在这边，把我压撅了。我也感觉怕你压瘸了。稍微压着就行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我搁这挎着。稍微压一点就行。我体重太大，其实正常我太大。能不能给我撅起来？我能够着啊。对呀、啊，
我感觉你也能够着啊。你在底下瞅着，看起来够不着吗？那因为底下矮呗。那赶紧把架子搁起来吧。这是刚拿出来。费半天劲在门后面拿出来的。大坤啊，我发现个事儿。什么事？我发现咱家有球泡灯。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你这个灯是那个咱那个当时在车里干活，嗯，点那个小灯泡，连车里都照不亮。那最起码咱有一个呀。扬帆光电，名儿还挺好听，送你了。还送我了，我还得找地方搁它。大坤，嗯，中午了，我来给你送饭来了，吃吧，趁热吃。这啥呀？趁热吃吧。沈阳市曙光铝制品厂。啊，趁热吃吧，给你拿个铝饭盒装的。这是饭盒啊？啊。你这岁数还认识这饭盒呢？当然了。你用它带过饭呢？没有，看电视剧里看的。快吃吧，快趁热吃。那我先骑上我的28大钢自行车上食堂热一热，这样骑自行车，啊一片，到食堂吧，这种饭盒不能放到蒸箱里，嗯，放到蒸箱里就串味了，怎么的呢？必须放到蒸箱上面，那都放蒸箱上面，还能有地方了吗？所以蒸箱上面一排，里面确实搁完了那味儿就不好吃了，啊，必须搁到上面热，热到中午的时候，哎，就跟刚做出来的。快吃的吧，待会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这里是啥呀？哎呀，我这牙口不行啊。大家在那边收拾出来的。我不吃了，回家再吃吧。回家给你炒一炒。大坤已经安好了三个灯，打开一看，确实是挺亮的，但是现在具体也看不出来什么效果。天还没黑呢，一会儿天黑了就能看出来了。等会儿吧。嗯，大坤说他那个架子太晃了，说要再重新再搭一个。那顶四轱辘不稳，站上面害怕是吧？体重太大，哈、哦、哈，我是害怕。那你是啥？怕摔下来。那不就是害怕吗？我这头也都收拾完了，看桌面已经干干净净的了，都收拾到这一侧了。看，大坤又要展示他的新技能了，不是新技能，老技能。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分享一下这个一个人怎么组一套这个脚手架啊？就正常，如果咱们有墙的话，可以把这一片架子靠墙上；如果没有墙的话，就这样，先拿一片架子过来，用手把住，然后靠住，那边都开门了，往那边去了。啊，直接挂上了。嗯，快关门去吧。关门。啊。这样式的就不愿意晃了，是吧？那个轱辘确实是不稳的。那个轱辘不好。嗯。行，不错。大坤安灯遇到难点了。前个马就是那卸，卸到咱们这个灯的电路上，看，就在那个下面。我看用什么能把那个就是前个马卸掉？那可不好整，这玩意得挺沉的吧？前个马。可沉了，最重。哎呀，发力吧，已经兜到最底下那层了。哎，真动了，啊、真的动了。我以为转坏了。一二加油！小学时候拔河就这个表情。直接推着推不动了，必须得那么唠。好，还唠，够不够用啊？那地方。大坤准备一次拽两轮，那能拽动吗？我帮你吧。不用。还不用。好，都兜上了。哎呀。这劲儿也太大了吧。